现在讲解可以没有？先讲解一下那个蝴蝶 UFO 的起飞的步骤。第二，先安装桨。桨的话，第一的话要安装灰白色 EP5030R×3。第二的话要装黑色的 EP-5030R×3。三，安装灰白色桨 EP-5030×3。四，要装黑色 EP-5030×3。首先，先把直升机发射出来，直升机。这在它上，它月份的海域呢，然后一直没回去，到五月份。以后一定要留紧所有的子弹头。海域才刚出道，再过了一个月，它就投送这个直升机说需要。后面就一天跟你说话，我也。现在说步骤二的话，先安装蝴蝶的月后的电池，先把这个开关打得 off， 然后插电池。然后安装遥控器电池。安装之前，先把这个开关打到 off 的位置。然后开电。然后上电，上电的话，先把这个 off 打到 on。这样子的步骤有要注意一点，把所有的油门放在最底下，油门放在最底下，然后按这个按钮，同时要看灯会灭掉，过几秒钟之后灯会亮，然后把这个开关打上去，把油门放到最大。然后放最左边，灯会灭掉。一会过大概几秒钟之后，灯会亮。校准完成，油门放在最底上。然后，起飞，然后这个地送道打右。